修门油漆。看不出来。嗯，谢谢。这个门呢已经修复好了，然后呢客人呢很满意了，什么也看不出来了。就这样 ,OK。这个 case 呢是在 Mississauga 的一个 condo, 这里呢有一个进出的门，背面呢被什么东西损坏了，然后今天把这个呢作为修补，把这个门呢恢复成原样 ,OK。这个门呢就修复好了，没有任何痕迹。